满纳海的学生从一年级到十二年级，实体加线上多达5200多位，再加上300位老师，需要更大的空间。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尽快的实现大家共同的希望，就是新的满纳海学校。 从三地立体图来看，新校区预定地2700多坪将新建，包括国际高中、国际中小学、私立土耳其高中各自有专属的空间。地点位于阿尔纳伍特市，最近营建团队已经进驻，开始整地。他们考虑到，将来的这个地震的关系，柱子就不是单向的，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底下会有挖地下室，然后它会有做一个间隔的。 围墙就好像做一个支撑。此际，慈善基金会执行长严博文到现场关心工程的状况。为了让新建过程更加顺利，马不停蹄接连拜会当地的市长以及区长，送上祝福礼结缘，地方政府不止愿意协助，也强调感谢在地震期间志工无私付出，他们不会忘记这份情谊。大爱新闻郭玉玲、李月维，土耳其采访报道。